挑战一天只吃大蒜，早餐烤大蒜，放心拿货，拿货。这烤大蒜确实挺香的呀。嗯啊，这罗章在干嘛？午餐空气大蒜，这蒜这么小一点也不够吃呀，给它吹一股仙气，这下应该够填饱肚子了吧。减脂期没办法，就只能吃点素的了。大家平时吃的一定比我好吧？记得一定要把牙齿刷干净，避免蛀牙、牙石滋生的问题。这把香茅加小圆瓶就很推荐，跟普通的电动牙刷很不一样，除了清洁力强劲，还能帮你发现刷牙问题。这小灯管像个刷牙指南，没到位和刷过时间，红灯提示你赶紧补。两分多钟四颗灯变白，你牙齿基本就干净了。四分钟还会自动关机，续航182天，再来也能电动刷过半年，很推荐大家去看看。哎，还有蒜苗了。轩，晚餐拍大蒜，大蒜拍一下。这个大蒜皮就不要吃了，直接吃这个蒜就好了。嗯，好吃。